第八题，下列何者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？选项 A， 剪布的剪刀，剪刀是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剪布的剪刀它的施力臂比较短，选项 A 是错的。B， 裁纸的铡刀，那裁纸铡刀是抗力在中间的杠杆，那么所以选项 B 也是错的。C， 面包夹，面包夹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，所以它是会费力省时的工具，选项 C 是对的。选项猪，老虎钳，老虎钳也是一个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但它的施力臂比较大，所以它是一个省力费时的工具，选项猪呢是错的。所以第八题我们说下列何者是施力在中间的杠杆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面包夹。